布布一出生就有着超高人气，每当照片影片一贴出，就获得网友热烈回响。近期他和妹妹波妞还站台妈妈贾静雯新书发表会，但他竟然当场狂讲爸爸坏话。修杰楷是不是酒鬼？再说一次，爸爸是Yeah. 连三次认定爸爸是酒鬼，让修杰楷哭笑不得。隔天还贴出女儿调皮嬉闹的影片。酒鬼。超萌男音让网友们全部大喊融化了。这么可爱的布布，连老爸都舍不得生气啦。完全乐理清整理报道。